有的粉丝说了，阿谦你吃的太差了，我也不知道一天吃什么。今天在家也就是来个紫铜火锅啊，来点小螃蟹，看看这个肉给你安排着啊，青菜、肉、粉丝、白菜、菠菜，反正是青菜啥都有了啊。但是涮火锅必须还得有紫铜的啊。哎，对了，没有酸菜呢，来点酸菜，快安排啊。峰哥和熊二来吃个这个锅了，一年没吃了，说实话真有点馋了。特别是这锅涮这个东北的酸菜，还有冻豆腐是一绝。头一口啊，粉丝们先喝啊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，一帆风顺啊，大吉大利了。哎，这小菜我感觉还行啊。这个紫铜火锅啊，冬季来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紫铜火锅是一绝呀！老婆，这菜行不行啊，老婆？啊？还行吧。这不算生吃了。嗯。就这么着，嚼一嚼。哎妈，太香了！哎，这个锅子这个味儿，挠下就上来了。在家出不去，说实话，这肉都是冰箱里的。有存货。哎呀，没，小酒一喝，那话没得说呀。这是海什么呢？它这海味特别浓，蟹棒。哎呀，里面的馅儿呢？你买吧。下油下油。在家吃，说实话啊。比较怎么说，比较实惠吧，卫不卫生咱就不说了，反正我知道肯定实惠。又多个底呢，下次二弟和峰哥他们再来还给他做这个锅子啊。大侄啊，吃饭。妈妈，太棒了！快给我大侄加油！加油啊！嗯，让你大姑给你加肉，给我大侄找个碗。这个蟹子虽然小一点啊，都是朋友给的，是吧？那还挺肥的啊，盖我都吃了，不盖。
太鲜了。